近的就要到了，不过车子有点难停。今天要去看伯和伯汉的演讲。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项目有哪些？是我们儿少组二对二的青年。那接下来呢？第二个赞助商呢是我们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他来到我们的现场。那我们是不是大家热烈的掌声欢迎黄伯汉伯术师？等一下，我看到今天呢，满满的大朋友跟小朋友，我觉得我刚刚获得的掌声跟尖叫声不够大声。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呢，我们重新再来一次。今天呢，假装呢，你们今天在小巨蛋，然后呢，看到你的偶像明星的那种尖叫跟掌声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来一次。Round two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魔术师黄伯汉。大家好，我是魔术师黄伯汉。今天呢，很开心呢，可以来到广山呢跟大家见面。今天呢，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讲座跟表演。我只要带上它呢，就可以搜寻方圆200公尺内的正妹。我们来试试看。Hello， 小姐你好。你好。通常帅哥爱才有声音啊，好不好？现在看好了，小姐，你要猜看哦。这个呢，红色小球在我左手还是右手？1、2、3，左手还是右手？看在我的左手还是右手？1、2、3，左手还是右手？左手，恭喜你答对了，嘿。送你一个小拉炮 ，Round Three， 请下，这是我左手的时候，你还有2秒钟可以回答。1、2、3，左手。恭喜你答对了一半，因为呢，两只手都有球。1、2、3，打开看一下，现在就变成1颗球、2颗球、3颗球，谢谢大家。看来这个小眼睛的魔术师还是有点厉害了。好，我们再来试哦，还有几颗球？3颗，一颗，选一的举手。选三的举手。是时候掌声鬼鬼，因为呢一颗球都没有。再次用这个掌声，谢谢关小姐的帮忙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把它拿起来，放到我的口袋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把它全部都把它塞到口袋里面，全部都放进去，会怎么样？绳头呢就会放到我的口袋嘛，所以呢它就变成一个没有绳子的绳圈。我希望呢一个剪刀呢把它拿起来，把它剪成2半，像这样子，1、2、3。好，接下来我要一个小朋友，但是他会用剪刀的年纪，有没有人可以上来帮我？绿色衣服的，好，掌声，各位。哇，你很勇敢呢，哇，太感谢你了。绳子中间可以放一个吗？帮我把绳子中间剪成2半，从这边剪成2半，对，剪下去。你还真的把它剪下去了？开个玩笑啦，可以剪。是这样的，这边有2条绳子，你看了这2条绳子没有一模一样长，可以帮我把它剪得一模一样长吗？下面丢掉就好了，对，剪掉就好了。好。你要一模一样长之后呢，魔术师呢就可以开始变魔术。我们来看一下呢，现在大概还差5公分，你可以帮我把它修得一模一样长吗？帮我把它修得一模一样长。对对对。了解一模一样长之后呢，魔术师呢就可以开始变魔术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还差5公分。到这边有人会用剪刀的吗？你可以帮我把剪刀剪，对对对，剪得一模一样长，对。OK， 剪下去。好，现在呢2条一模一样长了，终于。现在呢这边呢有一条绳叫 A 绳。这样叫做 B 绳，我把 A 绳加 B 绳放起来，总共有几条绳子？看看我，2条。不对，这边只有1条绳子，这个魔术我们要重新再来一次。我们再帮我拉着这个绳子，1、2、3往外拉，1、2、3 ，Go。最后呢，要让你变魔术。
因为呢，你等一下只要轻轻吹一口气呢，这个绳子呢的上面的结呢就会掉到地上，很神奇。来吹一口气，要魔术的感觉。好，吹一口气，然后它就掉到地上了。谢谢大家。好了，其实这个结呢，刚刚被你用完以后，它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，因为呢，它就变成一个可以移动的绳结。帮我把它往下拉，这个结往下拉，你会发现呢，它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绳结。然后呢，这边呢还有一条全新没有用过的绳子，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跟大家不太一样，所以我相信呢，在这边呢，从讲座当中呢，大家应该可以获得一些启发。那很多人呢，不知道我是谁，我的名字呢叫做博翰。那我毕业于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，有人知道是在干嘛的吗？我们来问一下好了，你知道？他拿起了围巾，灰色的围巾，帽子，在那一瞬间的围巾就变成了白色，而且呢，变出了一个拐杖，帽子从黑色变成了灰色。拐杖变成了白色，貂蝉，你是貂蝉，你是貂蝉，你是貂蝉，你现在是貂蝉，你是杨瘦贵妃，瘦贵妃，瘦贵妃，你是瘦贵妃，没有胖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呢，大家都要想一个祝福的话，很简单，就比如说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之类的。这边呢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广逼汤米香？伸一只手出来，然后呢，帮我摸摸看，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广逼汤。这是米，我们这是米的原料 ，OK？ 好，用完以后帮我把它倒进去。然后呢，现在要把这个米呢，把它给倒到这个里面去。好，我们要右边最行，白米变成爆米花。祝各位小朋友们今年许愿都欧趴。那你祝大家什么？随便讲一个。万事如意，那你祝大家长命百岁。长命百岁，好，长命百岁，很实用。还有人，学业进步，疫情快走。好，疫情快快走开，疫情去去走，什么？好，我们现在呢要开始把这个米香给变出来了，像这样。大家看直角，我抓紧了，抓紧了。好，我们慢慢的把它炒热，因为它需要一点温度。好了。啊，你会发现有一些问题不太一样，你会发现呢，米香呢慢慢的跑出来了，最后呢，通通呢变成了真的米香，试试看，是不是真的米香？好，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，谢谢各位同学们的帮忙，谢谢。今天呢，我花了数年的时间，然后呢，每天的练习，然后我今天可以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。那我现在可以请小朋友们呢，你们可以扪心自问：你今天有一件很喜欢做的事情，但是你今天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去练习？你很喜欢算数学，你很喜欢写文章，喜欢画画，你喜欢运动，但你一天是花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还是八个小时？八个小时。那你可以持续一个月、两个月，还是一年、两年？但你要真的当这个职业的最顶级的人，你要花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的时间，每天都持续八个小时，你做得到吗？对，因为空口说白话大家都会，但是最难的其实是你要持续的做这件事情，趁大家都在玩的时候，趁大家都在放松的时候，你要不眠不休的做这件事情。像我已经学十五年了，但我每天在家里还在弄魔术，因为我觉得很开心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兴趣很重要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可以在家里工作二十个小时，不睡觉，不吃东西，我在这里弄道具，我很开心，但很累，可是我很开心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先找到自己的兴趣，然后呢，坚持努力。那在未来呢，每个人都可以成功十五分钟，这是 Andy Warhol 说的。那在魔术师的世界是这样子，但我相信呢，在各行各业的领域，工程师、医师、老师、厨师、运动员都是一样，你可能可以沉迷十五分钟，但是呢，同学们，你们在机会来临之前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如果来临之前，我也很想放弃，可是我就是不行，我要达到我才可以这样子，然后达到以后就有一个新的目标，然后再继续做。听着一首歌呢，一二三。
串在一起。轻推口气之后呢，就会分开。可以帮我确认一下，这个铁环有没有任何的开口吗？帮我确认一下，这个铁环有没有任何的开口？确认一下。当然呢，这边呢还有更多，这边呢有第三个铁环。一、二、三。可以请帮我确认一下这个铁环有没有任何开口吗？确认一下。好。帮我确认一下这个铁环有没有任何的开口吗？可以帮我确认一下这个铁环有没有任何的开口吗？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开口？是的。大家都觉得魔术师的铁环呢有很多的开口，对吧？好，接下来请你帮我一个忙可以吗？帮我抓着这个铁环，抓到中间，然后呢，它拉不开，对不对？帮我一个忙，帮我轻吹一口气。全部都确认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三个铁环可以给我一下，你确认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先把你的手，一个环，两个环，还有几个环，第十一个环，剩下我手中呢，现在总共有十一个铁环娃娃，全部给串在一起，看掉，一、二、三，所以最后全部的铁环呢，就全部串在一起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今天在看的所有各位，然后呢，也谢谢广山文教基金会，还有富邦文教基金会的邀请，然后呢，还有这样子的很棒的一个讲座，然后也谢谢大家的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要跟大家拍一个大合照，可以吗？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等一下呢有一个抽奖哦。到前面来，马上颁奖哦。第九奖，48号。可以在中间来。好，现在是第八奖，54号的在现场，越来越大了。大家都一起来！今天最幸运的，是大学长，他有在演讲，然后他也会拍一些后面的讲。然后这位是我说的人生生理组，他是魔术社的学长，然后是医生。哇！然后他的女朋友也是做那个心理治疗，然后演讲什么的也可以，应该可以吧？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大部分都在魔术社，然后有时候会有魔术的研习会，然后现在网络也有一些些的教学的影片。谢谢，太感动了。我包车啊！谢谢。有什么心得吗？OK 吗？那你听感觉应该很腻吧？我哦，问你不准。我不会啊。真的吗？我蛮准的啊。可是你要先问。等一下好了。对啊，等一下问好了。等一下我们再讨论。辛苦了。我觉得你其实不只是魔术，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想成为魔术师。对。但是我觉得你的那个心理路的那个努力哦，是可以去跟这些年轻人一起努力的。所以我说我今天听完你的演讲，我回去会跟我儿子做分享，因为他现在工作跟他一样会遇到很多的挫折。对。所以你应该要像你这么勇敢。辛苦了，谢谢你们。台湾达人佑成哥介绍甜点店。他上次跟我介绍的是他的演讲主题是他从哪里？西藏吗？
墨尔本徒步到雪梨，上海徒步到西藏，然后河北平泉，经北京、汉中、兰州、青海到河西走廊的张毅走路，对，走路。太夸张了，就是他就是上次来找我讨论他的演讲，然后他就在讲他的这个历程，然后蛮有趣的。然后马拉讲那天也有讨论，就是拼在任何一个时候就可以把它拼上去。对，所以这个时候听众就会被我先被我制约。对，我现在这个年龄，不管我什么年龄，我都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。我在任何一个状态，比如说我有在上班的，我在上班我也是可以想要做我的事情。对。嗯，因为很多人的梦想都会把它偏做是，比如说一份工作啊，或者说就是一定要放弃掉这个，然后只能够做那个。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先用这个去制约大家户。你的梦想可大可小，你可以做任何一个事情，在任何一个时候。很好吃。就是在还在装潢的时候就知道这边店。然后看着那个来的客人变他的店员，然后变他女朋友，然后变他老婆，有小孩，哇，太厉害了！我要开蛋糕店，可以可以。好，没事，你快乐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哥哥，拜拜拜。原本的咖喱跟大海拉面都不见了。店换得很快。